三星积极扩产，引爆了半导体产业销价竞争危机再起。不过三星对外喊话了，不会采取低价策略。全球市占接近四成的记忆体业务，目前已经和品牌厂商签下了合约，涨幅达到3%到3.5%左右，让市场同业稍微可以松一口气。